出现一场 PP 在一场，OK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那什么，这只没有被射出战啊？下面抬头。你搞等于，你搞等于，下面抬头啊？教学六万，哎，教学2万呢？奸商证，哎、欸，哦哟，以前都卖推荐那一只上来啊，哦哟，该袂爽呢，以前都卖推荐那一只上来啊，哎，我一只傻的酷狗人。可是我希望我每一集有一个进度哎、欸，因为我们如果一直在这边靠就没意思了。你怎呢？我是希望你每一集演示出一个进度，因为它很像你没有支援副本的样子啊。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打这个更没有意思，应该要玩 PPP 啊。啊，那 PP 在场，先把 PP 刷上去吧。你现在叫角色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角色角哪里啊？那还是没有推荐他上去啊！哦，我真的晕倒。难得难得。这只是半人马座。我可以先给你参考一下。射手归来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收卡的意思就对了。